冇别个看到，所以蔡文总统今日接见了去年中华职棒的总冠军中信兄弟。中信兄弟是为新的球季开始，讲有哪边挑战因队史的第三届三连霸。今年的球队阵容里有几位让我印象深刻，那么像是蝉联职棒人气王，去年在这里许愿要再一次拿下总冠军的王威成队长。不只是大家的黄山队长，也是我们经典赛的台湾队长。总统有俄罗斯前在这经典赛有杰出表现的兄弟的队长王威成，我拿来俄罗斯讲这姜坤宇啊，真少年就站稳在游击迄一站啊，拢真无简单。这个兄弟全队是穿银黄色主场的球衫，啊啦啦队有哪队入去？